还很年轻，然后又是基本上是国产第一中单了，这种不说第一，前三中单总是有的，他身价很高的。如果乱打的话，很有可能把身价给打没。所以保持选择了保身价打法，也是从他个人角度上来说，你很难挑出这个毛病，说实话。要迅疾。整装待发。昨天确实京东那么个状态玩赢不了。本来我以为小小宙斯应该是赢不了36局的，而且飞克的状态，我感觉飞克应该也赢不了宙斯。结果一个比一个混。是长官。飞克昨天其实表现的不怎么样啊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看见蟑螂，我不怕不怕啦，我神经比较大，我不怕不怕不怕啦。正在报告。一二三四，飞克最后一波团队。就是有情况，呀哈，鬼叫什么啊？是长官，我宣布我再不再是他京东的粉丝了。你干什么啊？整装待发。算了，不跟他抢线了。一点都不敢打，感觉我们这个。就是这种 QQ 建模，鲁鲁来滚你，还滚我是吧？把那个断了呀！哦，不断也行。OK， 是个高手。我觉得断了开 E， 减速，然后最后定住技能发，高手是个高手。鲁鲁是我误会你了，鲁哥，鲁哥。让你呀，我让你无脑呀，知道错了吧？啊！看微博 game 吧。其实这里面的世界赛队伍啊，我是最喜欢 G2， 但是 G2 没那个实力，可能我们这些 LCK、LPL 赛区还是厉害很多。然后除了 G2 的话，其实我是正在报告。
第一支持的是京东，就除了G2啊，第一支持的是京东，第二支持的是 BRG。现在我已经是微博 game 的粉丝了。捧杯吧，灯皇，灯神，灯神这个主题曲就是为我 Night 量身定制的。我鲁鲁哥又来了，等死吧你！哼，让你跳，知道错了吧？灯神就是为我灯神量身定制的主题曲。其实感觉打 T1为就是小虎是个 X 因素，小虎有点神头鬼脸的。你干什么啊？你就一定要搞成这样吗？那你去蹲吧，在这里面好好的蹲，好好的打，多蹲一会儿。等我上线了，你还要在里面哦。不蹲了，哎，他怎么不蹲了？这些人这醒悟的太快了，如果是那种嫩头青还会在里面蹲呢。灯神很厉害的，你别看不起我灯神，灯神加刘青松组合还可以的。刘青松算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选手了，怕抓了吧，老弟？用迅捷！你真是不怕死啊！你这是跳跳跳！接不上，哥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都要拿这个剑魔当突破口啊！这个可以打哦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这是 Nico， 他移速好快。Nico。快了。好像，那我得 A 死他。也得死他。呀 ！A 他 ，A 他。你好像要死了吧？哎呀 ，A 塔 A 塔，呜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牛牛牛，不亏不亏，不亏，搞错了，不亏，我把他们中单打死了。按昨天那张微博 game 那条那路也不行。凯瑞亚说实话是当之无愧的 T1 的粉丝。你说以前有那个原神哥是不是，为什么我们的辅助总是那么的拉垮呢？兄弟们，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辅助都是短板，别人的辅助老是那么厉害，老是那么的有灵性，你发现没有？凯瑞亚加上原神哥都是当之无愧的符合啊，是不是？站一个那种班位，就是你需要很慎重的去对待这种选手。再看看我们辅助 Misaki
啊，这能看下去吗 ？MCK 昨天绝对是大股啊，暗也是个罪人啊，全是这种。是不是兄弟们？不是我硬甩，真不行。我们的辅助都是短板，别人的辅助都是抢手。昨天 Missy 那个露露死活不保 ADC， 不保尺子，保尺子还能玩的，就别管那个左手了。那波团战还记得吗？别尺子在这输出，他去管这个空大的发条去了，他别去管这个，别去管左手尺子都能操作的。哎，不说了，说着就揪心了。是不给面子是吧？哎，我操！我得拉扯一下。我跑到他 Q 闪都打不到我的位置。这剑魔怎么能扛这么久啊？谢谢爸爸。啊啊啊！给爸爸吃。啊好。好好好。你要不要？拿着，自己拿，自己拿着，自己拿着拿。正在报告。不要帮我吃了。喂，双 C， 阿爸。是长官。哎呦，死了！
哇，大获全胜啊！墓碑上的名字，不要哭，我最亲爱的人，我最后的玩伴。我是不是应该帮忙打这个峡谷仙魔？算了，不走，不打也行。要迅捷。我得走啊，我不正在报告，怎么办呢？推这个吧。睁眼是你一口，又跳上去了 ，nice， 大获全胜。一直害怕我，他往这走还跑不掉，我想笑。你这不是欠战蜥蜴吗，老弟？怯战蜥蜴是吧？怯战蜥蜴。嗯，但也不能怪他，主要是我那个位置太好了。沈流，我太强了，还说我面具不行啊？黑子呢？炸黑是吧？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？哎呦，坏了，我的！你跟我拼伤害是吧？牛，我操，大家都打出自信了，这都经得住这一波，全打出自信了，在密的代理下，呜、哦、玩起来喽。Nico。整装待发，几十把，我最近八把 C 呀、啊，这面具流，我这可是大师宗师举啊！艾欧尼亚，你看他们都七八百点的，你别尬黑了，哥们儿，真八把 C。而且这个等级确实挺快哈，来吧，瞎子，瞎子，要迅捷。这么轻松、啊。
对面被我们打懵了，有点。这就是蘑菇流，死了，我都懒得理他啊！为什么是金克斯的人头？开密外，又是对面要投降了。哎，又没玩错。